Hello， 各位观众们，欢迎来到 Officer CK 的频道，我是 Officer CK。今天呢，我要成为一个 Virtual News， 一个报告新闻的这个记者。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市民们投报说 ，Metro Los Santos 的这个 Blaine County 这一点啊 ，Sandy Shore 啊，它这里有一个大龙卷风，看到吗？我后面，哎呦 ，This is so big man，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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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龙卷风啊。OK， 来，我们去访问这边的市民们。做这个人还不怕，我先问他先。哎，老先生，你不怕吗？你不怕这个龙卷风吗？哦，觉得他要打我了。你哦 ，sorry， 不要，没有关系，你不要访问就算了。OK， 不要打人，打人不好的。来 ，Let's go。OK， 来，这个是龙卷风在那边。哦，那个 motel， 哦 shit。OK， 他要过来了，龙卷风要过来了。龙卷风要过来了，我们先退后先，退后，所有车子请不要过来咯。OK， 雨下非常的大，哦，有一些车子被卷上去了 ，Oh my god， 哦，非常很恐怖的这个情形，哎，超恐怖的情景啊，这个 ，OK。哇，好多车子被卷上去了嘞 ！Oh my god， 这个情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看多一下子。我们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叫什么那个记者嘛 ，OK， 车子冲过去了，OK， 来，我们可以走这边，我们走过去过去。哦，刚才我站着的那个地点是被龙卷风卷过了。Oh my god， 那车子就飞上去了。那个人呢？哦呦，很多辆车子都被炸爆了嘞，各位。My god， 这龙卷风一来的时候呢，那个 FPS 马上会降落的，马上会电了很多，所以呢会有点卡，所以各位请别见怪啊。OK， 那个人已经不见掉了。那人蹦跑哪里去了？哇，很多车子哦 ，shit man， 走，我们快离开这边先，啊、哦，有 ambulance 出来了，哇，那个就是那个消防员的车子，消防车，消防车倒下了，爆了，哦哟，又飞上来了。哎，倒下了！哦，去！哎呦，哇，这龙卷风果然是真的是它的威力真的是很够强啊！我前几天呢看过阿红有做一个 episode 啊，有一个哇，这个人怎么脚软了？脚软跌倒了。OK， 你叫我别过去了，我很聪明的话别过去了。你看到吗？消防车已经在天上，一直不停的那个转动 ，OK， 一直不停的那个一直一个翻筋斗。所以呢，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过去比较好，危险哦。OK，All right。阿红前几天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episode， 然后呢，还是采用各种不同的那些车子来测试这一个叫什么？这一个龙卷风。OK， 但是今天我就反正还是测试了嘛，所以我就别测试了，我就成为一个报告新闻的这个记者。哦，我的车最好是跑过去一点哦。哦哟，去。哦，还被飞了，那个消防员，哦哟，那消防员准备面临了死亡的那一个时刻。OK， 哇哦，好多车，真的很多车子哦。哦，今天我这样坐的话，应该是不能够了。OK， 那个火车应该是不会被这龙卷风卷上去吧？应该不会哦。Oh my god！ 真的是很变态的一个龙卷风啊！哎，军事的车子哎，军事的车子来啊 ！OK， 来，我们不急就跑过去这个地点先，告诉市民们全部都要疏散地点。OK。OK，
OK， 来 ，Resonu 怪哦。哎，小姐，不要，不要这边走，不要，离开这边，离开这边，离开这边，这边有龙卷风，没有看到龙卷风在那边，快，走，快点走，小狗走 ，Oh my God， 血，好来哦，龙卷风来了，我们必须离开这边了，快点，走。OK， 我拯救到那女子啊，那女子跑掉了。OK，Good。那么这边还有哪个市民在那边？哇，那车子飞翻了！哎呦，哇！Oh my God！ 哇，幸好我赶得急啊！我感觉这个龙卷风好像是冲我过来了嘞。OK， 那个人也是逃跑了。哦，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能够。Oh shit！ 我的车子都被卷上去了，惨了！快跑！警示车飙过去 ，No！ Oh my God！ 我才差一点点就要挡着你们果然是不听我话。哎，过去，别过去！那个龙卷风在那里。哎，不要骂我，我不是 cocksucker， 不要骂我。我叫你赶快离开现场，可以吗，先生？那还是跑 ，OK， 没有关系，前面没有事情了。那么我觉得我要拿一支枪比较好，不要紧，我去警察局变成警察先，叫我成为警察的话呢，然后拯救他们这些市民们。OK， 我尽量能够避免到那一些车辆靠近这个龙卷风。现在呢，我已经成为了警察，然后呢，看一下我今天是使用这马来西亚的这一辆 Evo 警车，龙卷风就在那一前面罢了。已经向我走过来了 ，OK， 向我漂浮，慢慢的飘过来了 ，OK， 来，我们现在就去前面对付他吧 ，OK， guys， ready， 开始啊，哎呦，哇，开始卡了，各位，我不会太靠近他就掉，太靠近他就卡 ，OK。请各位记着，这边有一个龙卷风，各位请不要过来哦。哎 ，shit 哈！哎，离开这边，离开呀！不要跑那边，那边危险。我先用枪声来对付，来叫我们离开现场。可以吗 ？OK， 来，我穿过去先。What the hell shit？ Oh no！ 我的警车，够了！我有点招呼自己本身的东西有吗 ？Oh my god！ 惨了！我要 parachute！ 降落伞！啊，不可以！惨了！我晕了！Oh my god！ 我的警车！我要我的警车！惨了，怎么办？我只好跳出去啊 ！Oh my god！ 这个龙卷风竟然放弃我了啊！跳！啊 ！No！ 降 ！OK！ 啊，没事了！哦，我警车竟然没爆哦，太好了！我警车竟然没爆 ，OK！ Good！ 哎呀！哈哈哈哈 ！OK， 我警车竟然没爆，没事。OK！ 哇！我的警车真是太过好，太过有实力感了，竟然没爆哎！啊，快，离开这边 ！Oh my god shit！ 不要再来多一次哦，快点离开这边哦！看，很多人已经逃跑了，跑！各位跑！离开这边！No！ 哇，很多东西都被卷上去了嘞！Oh my god！ 哎，你们在那边干嘛？离开现场！离开！走！离开现场！对，要爆炸了！不要跑！可以跑几远？快点！疏散人群！里面的这位买卖家在哪里？快叫他离开现场先！哎，离开现场！快！What the hell！ 你还竟然拿枪射我！你还真的没死过！
在这时刻你还能拿枪射我？惨了惨了，那个龙卷风在哪儿？那龙卷风要来了，那龙卷风要来了，还是在火后面 ？Oh my god shit！ OK OK， 再来明白，我救不到他了，怎样办？后面还有人吗？没有了，没人了。我试看，如果躲在房子里面的话会怎么办呢？那龙卷风要来吗？会来这边吗？龙卷风感觉还要来这边看、啊。他会来这边吗？我把我的车子停放进去里面先比较好。快放进去里面，可以吗？哦，消防员来哦！哇，他竟然在这时候救，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救火、啊，不会吧？下雨天啊，所以在下雨的时刻，为什么你要救火呢？哦、oh, ，shit， 那个人要离开了。哎 ，Oh my god， 惨了！我要进我车进。Oh shit， 不要！惨了！Paracute！ Oh my god！ OK， 活下来，总算活下来了。快躲进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屋子里面。哎，没事了，总算躲得过，所以说 Paracute 真的是很重要，各位， Paracute 真的很重要。 OK， 我再拿个 Paracute。 OK， 我要出去外面先，看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各位。哎，你的车子已经烂这样子了，你还可以离开，还可以跑了。哦，我的天哪，这个人这样子撞我。那我现在测试一下，之前阿红他测试的是直升机之类的嘛，对不对？我有辆车子想尝试一下，就比如说坦克车，各位，没有，不是坦克车，我看一下有哪一些车子是比较重的。哦，这个直升机也跑过去干嘛？你跑过去干嘛？没事做啊你！你真的很没事做啊，你真是的。Oh my god！如果我测试一下这个 ，OK， 这个啊，还有武器吗？这个没有武器啊。来，我们收起来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没有武器的嘞，我要有一个武器的。Oh my god！ 我可以去到他的那个最高中心点吗？越过他的那个龙卷风。各位，来我们测试一下啊。在哪里？龙卷风最高点是在哪 ？OK， 看到了。OK， 我们越来越高的话，我们降落伞跳下去，哈哈，试看一下感觉是怎样的。OK， 很高了，很高，越来越高，果然越来越高。OK， 来，开始吧，我们一起降，一二三，降！哇，跳啊！PUBG， 这叫做 PUBG。 Yes， 进入中心点，快，你可以做到的。 Oh yeah baby。 Oh no， 怎么果然我不可以进他中心点的哦，我要继续他的中心点，快啊，又被卷了。 OK， 来，我要跟这个龙卷风一起玩，看可不可以玩。来，我要跟你一起玩咯。哇 ，Yeah baby, I love it man, yeah， 哇，什么东西，竟然会 ，OK， 我去上去了 ，Yes， 怎么每次倒反了嘞？但也可能会倒反的，那绳子不会跟那个，不会和那个什么，和那个啊、那个嘛，那个地心引力一起往下压的嘛。龙卷风不要我嘞，我看我可以降落伞该玩到几久，我觉得降落伞就可以跟这个龙卷风玩了。我来喽，我来参与你的快乐的时光，耶呼，来呀、啊、飞呀、啊、可以飞到越来越高越好，很高，飞到很高。哦 yeah baby， 哇，飞到好高，真的是果然好高，我永远都不会下到地面下、哦、我永远都不会下到地面下、哦，哇，来 ，OK，good， 哇 ，OK， 这是他中心点吗？对，的确是他中心点。哇，我果然上到非常高啊。
Okay, good job. 好，如果我来测试一下，如果是使用他的武器的话，他会把他的武器弄到啊，把弄跑掉嘞，对吗？OK, 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哪一个 RPG 准备 ？RPG 啊 ，RPG 在哪 ？Grenade Launcher 啊，不是啊，不是 Grenade Launcher， 讲错了，是 Combat Grenade Launcher 跟 RPG。OK, 好，这个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就是用那个啊，这个所谓 RPG 啊 ，OK， 然后去向这个龙卷风攻击，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它会不会跟着这个龙卷风一起跑，它那个 RPG 会不会跟那龙卷风一起跑 ？OK， 好来，RPG， 我一面等一下，我要准备 RP， 我要准备我的 Paracu 先，我放心，等一下有这种事情，来开始飞，会跟它一起跑吗？哎，没事哦，没事啊。OK， 不要紧 ，reload， 再多一次，再前进一点比较好。OK， 来这边，开始射。哎，真的哦，会哦。OK，RPG 都会跟它一起飞啊。OK， 这个呢，这是什么？Compact Grenade Launcher 这个哦 ，OK， 该起飞了，还飞了几次还爆炸呢 ？Oh， 原来这样子的话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哦。OK，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哦。来，龙卷风，你赶快过来吧。哎 ，Reload。OK， 这个没有用，我要拿一个 grenade launcher， 这个 OK， 这个肯定有用。来飞呀，多力呀，多力！啊？不够力量咩？不可能吗？龙卷风要过来了是吗？来，乖，龙卷风乖，我要射这个一粒圆圆的哦。跌倒了，惨了！我要被飞起来了！不要卷我起来！不要卷我起来！你给我起来！龙卷风，你不要这么快啊！不要卷我起来呀、啊！我射多力 ，OK， 卷多力上去，多力卷上去 ，OK， 多力啊！暂时我还没有听到任何的爆炸声，各位。OK， 我跟着这个。你看，它跟着龙卷风一起转了，各位。等一下，应该很多粒炸弹会跌下去这个地面吧？哦，哎呀，我猜测，会吗？哦，掉！哦，第二个也掉。哎，它不是在连着龙卷风。我看来我应该可以的话，我要用那个那种车子啊。一辆 helicopter， 然后它是那种炸弹性就射了，有吗？看一下啊。这个吗 ？Valkyrie。不是这辆。这辆哎。也不是这辆哦。那是哪一辆哎？啊，掉这一辆，来，我们飞上天空了，准备啊！我，不要跟他去，不要跟着龙卷风去 ，OK， 这龙卷风不好玩了。来，射多力，射多力，跟龙卷风一起玩吧！快！哇，哈哈哈！不要！哇，好多炸弹乱飞哦！
OK 好玩，非常变态的行动哎呀。OK， 目前我们测试这样子先啦。OK， 好了，感谢各位的观赏，今天的这个疯狂龙卷风的吃的那个模组的那个剧集呢，到此为止啊！感谢各位的观赏，谢谢你们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